用金英雄的随机，然后，哦，用金英雄的随机，金英雄可以随机。什么金英雄？金英雄的时候可以点随机，我们用金英雄的随机，然后来选我们选哪个英雄。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有金英雄是他们所有人拥有的英雄，我们选只能。那不行，你妈逼，对吗？高天元没多少英雄，知道吧？哎呀，鱼得很。为什么都针对我？用金英雄的随机，他高天元没有那么多英雄，别人他妈英雄全的，他英雄没有。啊，高天元就给他选厉害的，又如何？哎，锤子！哎呀，他妈有什么用吗？就给他选厉害的。可以吗？下对我不公平。我英雄也少。你英雄也少？你们他妈的不可能！你们在想他妈屁事？我觉得这样公平点，我们两个。得中路中路，我们恶心的一逼。扣住坤坤。控住控住坤坤控住控住控住你他妈的控住坤坤控住控住控住接控制坤坤。让他们把控制点接好，控到一下就让他死。控他，控坤。控他空关，我他妈直接就完了呀。哎，怎么他妈打野来抢线呀？是什么意思啊？哎，他妈吃完了就跑。呀，这莫甘娜玩他妈游游，你们知道吗？上你吗？呀，这莫甘娜怎么玩嘛？妈个小鱼人，怎么他妈怎么跟他操作呀？来你妈天哪，弄，你妈去包就去他妈背，背，
你别怕呀，你怎么打得比我还怕呀？哇操，狮子狗玩的好爽啊！我操！哎，锤子人家妈呀！我的加速是我自己使的。你是畜生吧！我操！哎，动不了啊，动不了啊，动不了了。动不了，动不了，动不了。带虚弱是真的烦。我这么鸡巴痛，痛有多痛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有多痛吗？你们明白那个东西吗？油油你们知道吗？把他妈的油油这几个 Q 把老子 Q 笑了，真的把老子 Q 笑了。
操你妈这么痛吗？放倒放倒！完了呀，老子他妈这把糟了呀，我日！啥出装灵性啊？真痛啊！我操，是真痛啊！不开玩笑，是真痛啊！我操，完了呀！这狗熊他妈的感觉比我要顶啊！我他妈裂了呀，这把！操作太他妈诱人了，真的，你的妈呀，太他妈诱惑人了。生死循环重新开始。我操！这男枪不来，这吸血鬼已经死了，他妈的！这个下路刷伤害刷惨了，哪儿刷呀？人家妈就是打一个吸血鬼，哪儿在刷伤害呀？
他妈这个，我现在我这把要他妈赢这个狗熊，感觉他妈逼有点难。这逼他妈脏了好多伤害。哇靠！这个逼带了个点火刷伤害。这安妮伤害会不会比我低？那自选的全是选的厉害的，这四个英雄全是这第一的。老六啊，真他妈的老六啊，你妈哟，真的老六，老子最后这波伤害刷起来了，我们的字头后面打不过你知道吗？